有人说，人生就是一次旅行，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从容与感动。用心体会每一道风景，用爱珍惜每一份真情。1956年7月15日，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，标志着新中国汽车工业正式起步。Thank you.
爱上这座城市，不需要理由，只是喜欢它的真实、自信、热情和包容。用心感受，用爱感悟。长春。